观众们介绍一下，你今天要来干嘛？踢足球。这很厉害吗？会射门吗？不会啊。好，那我带你去报道。小林子要去报道了，今天是他的大日子，他老爸特别今天不打球，不露营，就为了他今天来踢足球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人在自强国小，今天是他的足球比赛，先到司令台做报道。好，小林子去报道，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吧？小林子，这里。对。蓝色的四号，等一下我拿袜子。好，要拿袜子。蓝，我看一下。蓝色的，我帮你勾。蓝色，蓝色，蓝色。他都会在乙场地比赛。哦，乙场地。比到三场，只要叫他蓝色的，他就会上场。哦，叫蓝色的。好。蓝四，蓝四，蓝四。这个是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Welcom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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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四。好，走。蓝四。走下去。来。走蓝四，走走。去找蓝。我帮我自己有带，要帮你拍一下。好。来了。来拍照。一二三，耶。可爱。好，谢谢。什么颜色？蓝色的。蓝色四号吗？对，蓝四。对。给你，你拿。不会。好。这个投票单就全部可以勾两票，一票可以给自己，小朋友一票给别人。哦，好。全部哦。全部，好好。好，走。这个就是麦世杯第24届超级足球赛。那今天小黎智被分配在自强国小的乙的场地，那自强国小算是一个重点足球发展学校，所以它的中间的足球场的保养是非常好的，这人工草坪看起来踩起来非常安全又舒适。好，那今天小黎智被分配在乙场地，然后是蓝队蓝色四号，那我们看一下他的第一场比赛会是在2:25。好，就今天我们把我们的露营的配备、椅子跟桌子 ，Nature 还给桌子都搬出来了，在这边好好的享用一下我们的在自强国小野餐时间。那今天阴天，非常的适合来这边运动哦。虽然昨天晚上有下雨，那场地的排水应该是非常的好，完全不会影响到今天的比赛。各位参加麦斯超级足球第24届的家人，大家午安！谢谢老天爷给我们一个今天可圈可点的天气。不管今天的成绩与否，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在今天这个舞台上享受你的足球快乐。这样子，小朋友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谢谢你们说没有，这回没有就是有的意思啦。主要就是让你们大家以球会友，一起来享受今天这么好的场地，一起来踢球。今天天气非常适合的踢球哦，没有太阳，阴阴的，没有下雨，而且凉快凉快的。好，小柠檬已经睡着了，而且我们今天有把我们的露营配备、桌子、椅子都搬出来了，有一个舒适的看球的环境，还有睡觉的环境，如何？啊，如何？还不错啊，今天是小林子第一次。算踢学足球两年吧，第一次算有一点成果，小小成果发表。我身为爸爸的我都紧张了，很期待看看我的女儿有没有承传到我的运动细胞。我相信一定有的，我一定会跟她爸一样优秀。等等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小林子准备开始比赛啦，非常紧张。快点走，下大雨还继续踢。小林子争球。对啊，跑去找路。在那个市场呢，我们就帮小朋友做简单的话。好，按照这几天的天候状况，大概到下午的时候就会有间歇性的降温的状况啊。
那大家哈，我们可以等一下射门啦，哦，用你的硬币，等一下射门，快快快，好，就维持在，哇，可能是没射到，好。小智加油！上半场结束，好，上半场结束。我操，你这是人欠！
我们现在回到了比赛现场，刚刚小林芝非常的优秀，进了两颗球，有什么想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？哇！有没有666？666。老师是个绿色队，然后他踢进去，然后我踢进去两次的，他们才踢进去一次。真的哦，厉害哦！你要拼金靴奖啊！现在小林芝表现非常优秀，妈妈有按脚服务。要踢球之前一定要慢慢的，啊旁边没有人，啊有时候也可以踢给同伴，对知道吗？妈妈要跟你讲战术了哦。是你一个人不可以踢，有时候你蓝色的队友你也可以踢给他，让他踢进去。如果是绿色队友，然后我就要踢绿色的队友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要踢给蓝色的队友。有时候你很多人阻挡你的时候，你就把球踢给你的队友，知道吗？好的，你的队友也可以踢进去，蓝色衣服你也可以踢给他，知道吗？等等，有几号战术啊，太太？对，下次换我。等下实施五号战术。两局，对，你要火力全开啊，知不知道？但是现在是那一队，但是那一队两个人都很厉害。有啊，当然有厉害的啊，所以你要踢球之前要冷静，要看看准球门在哪里踢进去，慢慢的看准球门用力踢下去，踢进去。他当然也不要让别人受伤，你自己的。小林芝第二场比赛开始。小林芝蓝队已经率先得一分，正在跟他队友讨论战术当中。小林芝中场发球，好，小林芝蓝队小林芝要射门，进进快点！进门进门，快点快点！好，小林芝刚刚进球了，上到中场发球。好，小林芝第二场下半场准备开始。小林芝今天表现非常优异，第一场进两球，第二场上半场也进了一球。蓝色五战士准备开始。那边那边错了，
后小林星蓝队再得一分，势如破竹。然后小林之间背号是四号，他感觉非常的累了，体力下滑严重，毕竟她是女生，跟这么多小男生比赛之下，肯定是会有劣势，续航力可能会比小男生们不好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他重新发球，今天又进球之后再回到中场。好，第二场精彩的比赛对上橘色，看起来蓝色的气势非常好，这一队里面就四个男生，就我们家小林是女生。我们有遗传到他爸的运动细胞，他们这队的六号选手也是很厉害。再度进球，蓝色再度回到中场，小林之感觉过了他体力的撞墙期，现在非常的雀跃。好，那么现在采用防守的方式，小林之夺球运球往前，好，蓝队准备推进的球门，球又交到六号选手，好，争球，现在没一个小偏，哇，踢到自己队友，出界，好，小林之先后退。看起来小林之的体力下降非常快，感觉是有点跑不动。林之，进球！好，橘色得了第一分。今天刚刚突然下了一阵大雨，幸好在比赛中间也停了，不影响小朋友对足球的热情。好，最后一轮了，中场时间，伤停补时，进入伤停补时。好，比赛结束，第二场。好，结束。小林子第三场比赛开始。加油。
上半场比赛结束。然后最后半场比赛结束之后，会跟爸爸妈妈恭喜。好，小林君蓝队领先，这一场踢得非常的激烈。好，中场休息，中场休息。好，小林君喝水。上金跟白队上场。加油！左边的吧。左边了，小林之蓝队再度得一分。待会会进行颁奖活动，会进行颁奖活动。好，结束了。小林之比赛结束，准备要颁奖了，要非常的预备。慢慢的，他就会比我们大人还要更好懂的。我请问你们，谁表现的最棒？有没有？通常小孩都是自我感觉良好，跟本人哦个性是很像的。我想问狮子，你们哪一段表现的最好？好像不太错。
你有什么想要讲的吗？画圈可以颁奖。颁奖啊，你要颁奖哦。好，那是没有颁奖，因为有些人都是第一名，我们都不行颁奖。你是第一名啊。金牌是我们的蓝队，新竹蓝队，请上舞台。颁奖牌，还有小朋友拿了奖牌，请问明天要不要带去学校？通常会塞在书包里面，然后带去的。这个是我的经验啊，哦，带去没有关系，但是要跟老师讲哦，不要弄丢了。跟同学分享你今天的好表现，你看哦，你们哦是很难得一起在下雨的时候还坚持到最后的队友，神队友。下舞台，看路看路看路，你们是领完奖吗？冠军，耶，你们是冠军，来看妈妈，来看一下，把小林子顺利夺冠，足球赛初体验大成功。好，那你要跟观众讲什么呢？你的奖牌拿到了，你要讲什么？你有666吗？没有。你有六六。有奖牌就六六六。耶！在上场了，拜这是冠军吗？第一名呢？第一名。好，号码一。